雲の糸につながれた幾千もの涙。ここで自殺した方分かるように話してください。ほんの深くさないで、それは憂いの言葉ではなく前向きな言葉を誰かのせいにするんじゃなく、自分して信じて受け止め、泣き時の中で。好啦，歡迎曬咧所有有線電視家庭觀眾啊，收睇我哋咧日本一個全新嘅靈異系列嚇，就係《鬼之咒東瀛十三》啊。咁啊，當然啦，都要介紹下我自己啦嚇。咁我驚你哋咧認錯咗咧，我係日本嘅偶像木村拓哉，但唔係，我係叫梁思浩生啊嚇。好啦，咁啊，今次咧一個全新嘅日本系列裏邊咧，我哋會咧十幾集裏邊咧去到日本啊，拍啲最真實啊而最靈異嘅檔案咧俾大家欣賞嘅。咁啊，介紹下今日嘅嘉賓先啦。咁啊，當然咧有煙榮聲咗主持嘅鬼仔達啦嚇。咁啊，今次咧同我哋全程去到日本拍攝啊，咁好難忘啊，佢自己就好。咁啊，仲有咧。全程啊，同我哋日本咧去咧，哇！你啲道法咧，令到啲日本啲人大開眼界嘅簡信回師傅，你好啊 ，OK， 好啦，咁啊，港平咧係一個咧即係日本嘅特輯啦，咁啊介紹咧，今日請出嚟嘅嘉賓咧，啊好多人以為佢香港人，其實佢係真真正正嘅日本人啊，葉山豪，山豪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Hello 你好，但係點解咁多人誤會咗你係香港人咧？你嗰啲中文講得太好，都唔係幾好嘅其實，因為我2001年嚟到香港之後，一路都係拍戲。跟住我都冇解釋我係日本人，係啊，咁人哋就唔知道我係日本人咯，咁我改埋名咯，係啊，咁啊，其實葉生係姓嘅，係啊，咁你日文名應該係點讀啊？係啊嘛，係 Hiro 生，誒再讀一次俾大家聽，我下次可以嗌你 Hiro 生 ，Hiro 生 ，Hiro 生係嘛？係，你喺誒邊度出世？我係京都出世嘅，京都長大嘅。哇，京都好啱啊！京都係最多靈異嘅啲鬼故，好多人驚啊嗰度，誒好多人驚，係啊，點解同我哋分享下？好啊，好啊，好啊，好嘛，好嘛。好啦，咁啊講到咧，即係今次咧去到日本咧拍呢個全新嘅系列，呢個靈異系列咧，嗱日本鬼故咧，葉生豪聽得多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作為中國人都聽咗好多嘅鬼故，想問下鬼仔達啦，你細個聽幾多鬼故啊？聽過好多噶都，例如阿烏嗰啲咁嘅嘢啦。不過今次就最難忘嘅事情就有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樹海啦，一個自殺森林啦。咁第二樣就係四人慘殺屋。咁第三樣嘢就係一個自殺嘅 AV 女優嘅招魂過程，哇！真係好深刻。呢個全程咧，即係呢個咧 AV 嘅，即係呢個咧，即係自殺之謎咧，叫草莓牛奶喺我哋獨家拍到嘅嚇。咁啊，成個咧好震撼啦，都問下啦，因為簡信回師傅係收到一個咧真實個案咧，就我哋所以去到自殺森林裏邊咧，尋求希望解到呢個咒怨啊。其實係咩事啊？係我哋臨去嗰、那個去呢個日本嘅旅程之前咧，咁就收到嗰啲網絡嗰啲咧就求助嘅。咁咁啱就係日本。係。咁啊。嗰、那個事件咧，原來係就係佢哋曾經去過樹海嗰啲別墅區咧，就燒嘢食。咁跟住之後咧，又發生好多靈異事件，兼夾係有人死咗。喂，好多人咧都話咧，即係日本咧係一個即係咒怨喺度噶。而我哋今次咧全程咧，就將咧即係所有咧，佢剛才講過啦，咩啲慘殺屋就好似咧啲滅門慘案啊，好多好多真實個案咧，馬上又送上。當然要睇嘅就係我哋嘅《鬼之咒東瀛十三》，全程喺日本拍攝嘅，馬上送上。日本身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所以大型嘅海啸同地震从未减少过。就以近代嚟讲，1896年。
明治維新時的三陸大地震，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直到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的地震，更加引發全日本大恐慌的福島核電廠的毀滅性大災難。到底點解日本呢個地方要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大型災難呢？而災難的形成，除了地理環境因素加上人為之外，又會不會是受到死之咒怨？我們還有三分鐘的路程，這條路直達就已經是樹海森林。如果我告訴你樹海森林在哪裡，你其實不知道，但我告訴你，它另一個名字叫自殺森林，全球世界各地都會知道。去年9月日本政府已經呼籲不再讓日本的電視台進去拍攝了，因為第一會製造恐慌，第二不想再鼓勵人進去自殺森林。因為日本人很相信自殺森林裏面有一個咒怨，你走進去之後，你就會自己不其然地就想死，或者想離開這個世界。簡師傅收到一個香港的個案，就是香港人來的家，他嫁了來日本，跟住他入了去之後，他離開到自殺森林，但都離開不到那個的詛咒。在場的人都有幾個已經去了世了，連個屋主而家都雙眼都失了明，咁即係話個咒怨一路咁樣一路咁樣出緊嚟，一路都散。咁我亦都好希望睇下我哋可唔可以揾到深入去呢個位究竟裏邊有乜嘢咧？よく自殺神殿と呼ばれる樹海は本当に呪われて怨念がたくさんいるのか。自殺神殿から安全に出れるなら呪われないと思われるけど、父はそれは確かめることでしょうか。為什麼我們今次會專門過來呢，就是跟 Helen 做這個真實個案呢？因為他們就說他們去了那個我們叫自殺森林那裡叫做，之後呢就回來呢就發現這些照片，但是最糟的就是慢慢你的朋友一個個不是病的就離開這個世界了，但是這裡有多少個病和多少個離開了？現在這個屋主隻眼看不到東西了，做緊手術，要等緊，留意應該留意，因為聯絡唔到佢啊，佢性情變咗，唔聽我電話，任何人都唔見。這個女仔嗰個爹哋死咗。其他咧？其他啲朋友咧？其他就話我前一日有兩個死咗，前一日。集體死亡事件。呢個就係。2011年8月28日，喺自殺森林玩得好開心啊！由呢張開始，由呢張開始，佢隻手，啊，佢隻手咧唔係一隻手，咧兩隻，一共有四隻手就兩隻兩隻咁走咗出嚟。哦，佢揸住塊
發啲食緊嘢㗎。係啊係啊。唔係去咗隻手。咁啊，最大問題啊，越嚟越多問題咯。呢一張就最大嘅問題啦。我呢度咧。呢個人咧，邊個我哋唔知，冇呢個人存在嘅個人。後屘問過你所有嘅朋友，都冇呢個人，冇呢個人。冇，我哋係得個十幾人啫嘛。2011年就差距離而家差唔多有成兩年時間，兩年之即係唔係話即刻死曬，就兩年之間又咁慢慢有。嗱，我影相就喺呢度啦，細路仔喺度影相，我影佢哋咁。我先生幾大呢度？我先生咁呢啲係咩嚟嘅咧？打開睇咯喎，我發覺有一個冇頭嘅女人。我嘅衣服，可能呢度睇唔出。頭先咁樣可唔可以？可唔可以頭先咁樣放大少少 ？OK， 呢一張。係。右手邊。再過少少右手邊，呢個位係咪似一個和服嘅女人？係啊。即係呢一個位，我諗佢就係咁樣呢個位。係咯。見到。嗯。嗱，呢個就係阿 Helen 啦，即係我哋今次嘅事主啦。而佢屋企咧，成日都有呢個和服嘅女人嗱，係啦，冇錯，呢個係和服嚟嘅。應該過去望一望，睇下點解會咁嘅情況。侵入，自殺の怨念が樹海で待っている。其實我哋日本朋友咧，佢上個月嚟過咧，整咗呢啲咁嘅相啦。係人骨嚟嘅喎。人骨係啊。佢去過兩次嘅，佢直頭揾到一個骷髏骨頭嗰一次咧，係行咗入去3個鐘頭以上先至發現。其實我哋分兩天，嗯，我哋大本營我同簡師傅就先行，嗯，視察有冇咩動靜。如果俾人哋攔住咗，我哋都可以有一個後著。你就遲我哋一步出發。他們跟我說過，我們走在這個自殺森林禁區的鐵鏈的起點要一個小時，我們現在要走一個小時這些雪地。我們 B 組呢就有我們的製片日本妹妹，我攝影師鎮雄和導演拿著機器的勇，這裡就是其實自殺森林的入口，他們所有的人都是經過這條路進去。著名小說家松本清張在1960年的一本小說《波字塔》裏面寫到女主角去到樹海自殺。小說問世之後，呢度嘅自殺率開始大幅攀升。真的，叫佢都唔分岔路，我哋等埋佢哋 B 天入嚟，大家再決定行邊條路。好啊，好冇？好。由於行山路徑一直冇人阻擋，加上雪地嘅環境險峻，為咗能夠互相照應，所以監製決定大家會合作一齊之後，先再度出發。告訴你來到這裡已經要終止了。我們由人家的終止點，我們作為起點，我們再入。雖然傳聞說自殺森林是一個充滿怨靈詛咒的地方，
只要一入到森林，就会被诅咒。但系我哋深信，只要心怀正念，就百邪不侵。我哋希望可以揾到积雪下嘅亡魂，带佢哋离开呢个不祥之地。嗱，呢度好明显咧，同头先我哋行嗰啲系好唔同嘅。你睇下，我每一只脚咧行落去咧，好深。除咗我哋行入嚟咧，冇人行入嚟嘅。我想我可以告诉大家，入到自殺森林裏面，那個景象是令你很震撼的，完全每一個畫面是一模一樣的。我相信為什麼人會入到去，會迷失了方向，因為你沒辦法可以走得回出去。所以我也想問一下山豪，因為日本人剛才看片，就說他們很希望自己入到去找到一些屍體人骨，就覺得自己成長了，是否有這樣的理念呢？其實很多人都不想找到那些骨，因為通常都是找一下，不是真的可以找那些骨，找那些屍體，那些真的很好大膽啊！嗰啲好大膽係嘛？好啦，嗰只大啦。咁如果咧，你話咧，對我哋所有嘅日本系列咧，有咩感受咧？可以做咩？個感受啊，其實我覺得好，我唔知點講啊。佢好多嘢好神奇啊，你估都估唔到啊。嗯。你好似有啲嘢係覺得唔會出現嘅，突然之間佢又出現咗。嗯。係啊。但係係咯，咁樣。咁啊，簡師傅都想問一下啦。譬如頭先剛才見到我哋咧，即係兩位日本妹妹啦，即係一位咧，就係日本嘅模特兒嚟嘅靈探者嚟嘅。佢就攞起曬啲人骨，咁會唔會即係將嗰份怨氣帶翻屋企咧？嗱，怨氣一定有啦。咁另外仲會犯到一啲靈魂啦。咁我哋跟住落去睇，就係因為嗰啲靈魂根本就喺附近。簡師傅好嘢，跟住落去睇就睇到嘢。點講咧？因為自殺森林裏邊咧，原來好震撼嘅就係地方好大。每一個景象係一模一樣之外咧，你好似不其然咧有啲茫然啊！我唔知第幾集會出到咧，就係我開始就係對住嗰笪雪地講，因為當時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導演阿傑，佢話要去小便，我自己揸住佢個機，我話救命，行咗四個幾鐘頭，乜都揾唔到，就係揾到條繩，可唔可以個天幫下我哋啊？即係如果再行落去就再四個鐘，再四個鐘，但係歧視就真係由呢一刻開始出現，即係原來人好得意嘅。即係當我以為最失望之際，最神奇嘅嘢就係出現喺眼前。我直頭即係我而家好想講俾觀眾聽，究竟我發生遇到咩事？但係我如果我講咧，我監製一定打死我，因為佢一定叫你咧大家睇唔講得 OK， 但係一定有好嘢睇 OK。好啦，嗱問翻啦，今次咧即係成個系列裏邊咧，嗱頭先阿山豪就話啦，佢點都唔會入去呢個即係自殺森林啦。咁但係你。無論嗱，你唔入去，即係我就要拍嘢入去啊。但係你過往拍咗咁多戲，你會唔會遇到一啲靈異嘅事件或者即係見到鬼㗎？唔係，我本身就唔會見到或者 feel 到嘅。本身係唔係唔會見到。咁當時我哋拍之前，嗰啲 staff 就會講嗰啲嘢，我琴晚見到乜嘢咁樣，我哋好驚嘅其實。咁我最驚啊，其實係唔係嗰啲 location 嚟㗎，係酒店自己一個人，咁夜晚黑。翻即係收工翻到酒店，瞓唔到覺。我每一次都開曬燈咁樣瞓啦。係啊，你但係個樣又唔似好驚喎。個樣就唔似驚嘅，我心裏好驚嘅其實。O K， 因為好多人話俾我哋聽咧，日本人係相信咧，即係有鬼啦，甚至有啲嗱，今次我哋拍日本嘅特輯咧，佢哋有啲就好驚鬼，但係有啲咧又覺得如果個鬼咧。在屋企嘅話咧係好運嘅喎，但你最近係咪屋企有隻鬼出現啊？嗰個唔係鬼，我相信唔係鬼嚟㗎，即係嗰啲小朋友嗰啲啊。但係佢哋原來日本人，因為我今次拍咧，佢哋有一個叫做助咒童，係好 lucky 嘅其實。但係佢哋好得意喎，佢哋分咗喎。如果係細路仔嘅鬼咧，就對佢哋咧。就好嘅，係好好嘅。但係佢哋又唔當嗰啲係鬼嘅喎，佢又養佢哋嘅喎。唔係養嘅，係即係一齊即係玩啊咁樣咯。哦，你會同佢一齊玩？即係唔係玩嘅，即係唔會話同佢傾偈，唔會咩，就當佢係即係寵物咁樣咯。
當佢寵物啊，即佢有佢喺度咯咁樣。我有佢喺度，但你可唔可以講俾家庭觀眾聽？即你屋企你發覺有嗰只即細路仔嘅鬼係點嘅樣啊？或者你點樣當佢寵物咁樣？其實我唔係見到佢個咩樣嘅，係因為我突然間係 feel 到嗰個有人咁樣行過，咁呢啲人又行過咁樣嘅，係啊，咁佢唔會騷擾我，我就唔騷擾佢咯。哦，唔騷即大家互不騷擾。係啊係啊，但係嗱，我問阿簡師傅啦。佢哋嗱一方面又好驚鬼，但係佢又覺得有啲鬼咧係幫佢哋嘅，佢哋會養㗎，即係佢哋會唔係養啦，有得佢喺度啦。但係喺你個角度睇，點睇呢件事咧？即係佢擺只鬼喺度。呢個同佢哋個心理質素係完全有關咯。當大家嘅傳聞都話俾你知呢樣係 lucky 嘅嘢，咁你就當佢係寵物，你就唔當佢係鬼。嗯。咁但係好似頭先。但係佢真真實實係只鬼，不過係細只嘅鬼啫。係冇錯，咁即係人哋響你由細至大已經灌輸咗個，呢啲冇嘢㗎，呢啲冇嘢㗎，咁你咪覺得佢係冇嘢咯。鬼同妖精係咩唔同咧？嗱，你真係問得好啦。嗱，我哋今日咧，我專程今次去到日本咧，知唔知拍咗一個叫100隻妖精嘅系列啊？即係原來日本係有好多嘅傳聞，好多妖精，同埋你哋由細到大聽到最恐怖嘅鬼故。嗱，日本最恐怖嘅鬼故唔係家庭觀眾或者入戲院睇嗰啲精子喎，因為佢哋聽嗰啲碌爐鬼啊、遮鬼啊、咩鬼啊、貓妖啊、雪女啊，即係嗰啲我哋成日拍曬俾大家睇嘅，即係將最恐怖可能有啲你由細到大在日本你都冇聽過嘅。咁你下個禮拜開始咧，黐住我哋咧就有睇啦，係咪？嗱，我簡師傅想問一下啦，譬如佢哋日本人會相信有啲鬼會幫到佢，但係中國人會唔會覺得有啲鬼會幫到佢？係好多人都相信鬼會幫到佢自己。係咩？有，好似啲靈媒咁啊，又係鬼幫佢咯。係嚇，咁另外一啲而家大陸好興嗰啲咁嘅村姑啊，又係啲鬼幫到佢。佢唔會信嗰啲係神仙㗎。佢明知嗰啲鬼嚟㗎，係好多人都利用鬼啦，好多人拜鬼都係拜財嘅啫嘛。所以好而家好多人係利用鬼去做一啲嘢嘅。當然啦，你話鬼可以做到嘢嘅話，我即係相信一個叫鬼仔，但係可以做到嘢，即係唔係佢因為佢係人一個嘛 ，OK。